台上红彤彤的圆桌充满喜庆的氛围，师傅们忙着备料，替灾民准备团圆饭。菜色有用起鸡，起鸡，好，起鸡就几只鸡，是，来做补汤，好，药膳补汤，是，就是要让灾民讲，让他紧一个鸡紧完整。完不完安呢？师父凌晨才从嘉义开车到花莲，牺牲自家团圆时间，让这个年更有意义。年有啊，就是为着灾民吼，让一个温馨。是，嘿，啊，让安尼感觉讲，今日是除夕吼，啊，佮有这个有这个温馨啊。灾民春节占据饭店或旅馆，可以选择饭店自助式吃到饱，或到劳工中心一起围炉，希望让心灵得到更多慰藉。地震打乱许多人的计划，负责善后的工人忙着在统帅原址铺柏油，恐怕来不及回家吃年夜饭。我看是应该是做袂好啦，我都围炉啊啦，我都围炉啦，哎呀，看这个视频是袂好，袂啦，共体时间啊。鱼门脆皮必须在春节期间拆完，但至今进度缓慢，过年无法停工。但考量围炉需求，会让大伙先回家吃个饭，晚上九点继续上工。九点多现在啊，回家吃了哈。回家吃完饭，晚上九点又开始做。哦，正在现在啊。拆除工人到饭店业者过年送暖，花莲人的除夕夜，大家携手度过。记者吴彩勋、王千林，花莲报道。